赛，这个我们这个今天是派出林汉阳啊，林汉阳模仿模仿谁？哎 ，Michael Jackson， Michael Jackson， 不是 Michael Jackson， 差不多。哎呦，听说 Michael Jackson 这是他最崇拜的哦，几乎是大家崇拜的一位。听说在香港看过他舞蹈表演的，觉得说 Michael Jackson 不需要到香港哦，就他表演就可以。真的吗？所以今天我很怕今天钻石播完之后，大家都。都以后会退票上，哎，九月三想开一点嘛。我们这边是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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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 LA boy， LA boy， 没学，我学潘美辰啊，学啊学。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我跳的这个舞呢，就是已经流行的那种现代西洋。他会跳这个舞步啊，舞曲，所以我就是穿那个棒球，因为最近比较流行这个衣服，比较舒服。这是棒球服啊，对，这上次是这个白袜队的嘛。对，其实这个裤子真的很好，很舒服的，很舒服啊。哎，我们来赶快看一下。好好好，来，你先来好了 ，Michael Jackson。先来，好好好。好跳得很好了，刚才知道，昨天才知道了，他本身舞蹈底子相当不错。对呀、啊，要是没有基本的舞蹈底子，刚刚不会跳这么好、啊。是啊，他虽然有几个动作忘记了，没有关系，啊，展现出自己的舞蹈。陈明生刚讲啊，说那个还会编舞啊，自己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小小，陈明生也编，被他编过舞吗？没有，他告诉我的。哦，我知道。小孩子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？除了会编舞、会唱歌、会跳舞，还会干嘛？还会说话。他还会教人家唱歌。哎呦，他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告诉你。资料上面啊，多才多艺，是是不错不错，刚跳得很好。他又不是主持人，给他资料干嘛？他能唱吗？给我们资料，给他资料干嘛？了解林汉阳了啊！好好好，不错不错，表演得很精彩。是是是，谢谢。哎呀，该我们这边的，哎，潘美辰，四个舞蹈朋友一起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先请他 stand by， 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哦，哎呦哎呦，是哪里找来的？这都是啊，都是我的搭档。搭档啊，你看衣服，你看穿着衣服，你说这四位是超级舞群呐、啊？哦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、洗澡用矿泉水的，干嘛 ？Michael Jackson， 好，来欣赏他们的舞蹈。Joy that brings.
worry, don't be afraid, cause I'm soft and warm and I'm here to...完成的搭配，哎，这舞蹈非常精彩。这个潘美辰可能有这个哥哥的气息了啊，受哥哥的感染了。其实我都很喜欢跳舞，只是说没有机会练。兄妹感情好，常常这个就去研习舞蹈，对对对，增进感情。刚刚这一段真的跳得很精彩，搭配的也很好。这个要体力的，开玩笑，那随便跳两下就昏倒了。陈明看气色不好，是在练这个舞蹈的。陈明看得非常羡慕啊，下次应该有机会表演一下啊。下次一定又下次了，下次又半年了。你还没准备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总是要期待下次。是是是是，谢谢潘美辰。哎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欣赏更精彩的转速舞台。